不要。我不咬人。兔子接着咬人。嗯，我的罗德·凯贝尔。嗯，这上头还有毛呢。嗯，触摸感知书。OK。哦，这还有一点毛。是什么？哦，老鼠。我是一只小小的老鼠。摸摸我柔软的耳朵，我不咬人。有的老鼠饿极了或者怎么着也咬人。嗯。我是一只顽皮的兔子，摸摸我毛茸茸的尾巴，我不咬人。嗯，也挺软的这东西。嗯，给小宝宝看的书。我是一条漂亮的鱼，摸摸我滑溜溜的身体，我不咬人。是这一种，这个容易不咬。这个，嗯，我是一只强壮的黑猩猩，摸摸毛茸茸的胸脯，我不咬人。我其实一直在。嗯，我是一头友好的河马，摸摸我又硬又厚的皮肤，我不咬人。还真是挺厚的。嗯，我是一只饥饿的鳄鱼，摸摸我。嗯哼。哦，哎，这块可能被人撕掉了。哪儿啊？他被人把牙给这块应该是有，嗯，打不开东西吗？打不开。应该是这块原来是有什么，就是粘在这儿的吧？没有吧？尖利的牙齿我会咬人，但他这没牙齿啊，而且你看那个印儿像是原本有东西的。应该是，嗯，行 ，OK， 他们，变青蛙了，嗯。什么？他真的是不咬人了，也咬不了人了 ，OK。相关的资料开始阅读，坚持学习思考，开始阅读，开始。屁，也意思。